大家好，好，我我是，是吃货。我可以找吃货职场这个小时由我解答。我是做紫砂壶的一名手艺人啊，放下音乐，对，就再进过来了，进过来，好，进来了。可以，欢迎张小凡啊，欢迎新不进就来到的朋友。了，今手天艺。呢做的是一款紫砂的碟子啊，是一个套壶系列的，一壶六杯六碟啊。今天正好做的是碟子，准可咋备这好？样的一块对。好进了吧？可以，还是有，哥正好进店。还没太干。啊，那哥哥。欢迎北辰相拥啊！然后准备这样的一块小泥块啊，把它这样切开来，我们用到多少量就切多少量。你过罗大哥啦？你要明显一点，那你给我刻了。就跟挖个西瓜，再给我过过门面嘛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种小方块切下来的小方块打成一个圆片啊，然后开始制作一款碟子。欢迎木船通通。然后拿出这样的一个工具，这个叫泥搭子，专门打泥条或者是打圆片用的一个工具啊，擦拭一下。书生，欢迎新进来的朋友们。片的时候经常翻动一下位置啊，确保它每个地方都能打得到。什么？刮好以后，把这张圆片翻过来，逛一下毛细孔，毛细孔呢把它压一压。欢迎新进来的朋友们，这样呢我们日后工作会好做很多，到时候光这个碟子的时候好光一点。